今天我要来逛的夜市就是乔德夜市，这是一个新开的夜市，里面做的非常的高级。然后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小小秘密，原来它就是拉沙达火车夜市，原班人马，没有原班啦，几乎差不多的团队直接进驻到这里的哦。会不会吃到一些怀念的好滋味呢？进来看看。这里有火山排骨啊 ，Hello， 是不是要吃火山排骨？就这么大，就这么大，厉害啊！它原本不是人家要吃的吗？怎么现在你坐在里面？因为这是很值得光顾的啊，火山排骨快在它的招牌，一定要吃的。然后有分大中小，看你要不要吃那个超级大尺寸的也有，它个人餐也是有。它里面你不觉得其他看起来都很好吃吗？来，我们先点了一些小炸物拼盘给小朋友吃，他们吃没有辣的，因为火山排骨有点辣，所以等一下才是大人的时间哦。同桌的朋友他的火山排骨来，他们是点最大份的，超大的，这有点太 crazy 了吧，整个大概有50公分高吧，吃得完吗你们？可以的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吗？好， go。哇，我们的火山排骨来了！这是车轮盘子吧？好厉害，是怎么贴上去的？来，美女掌声鼓励鼓励！哦，来，一二三！哇！然后还煮了个肉山呐，肉山真的。哇，好烫哦，活的了，先拿下来，有我在移动啊，不然它等下山崩了，我跟你讲，好烫哦，我觉得999可以，990可以吃到这些，真的太夸张了吧，吓死人了，哇塞，重点是很辣，很好吃，然后这边呢火山排骨是真的是很正宗的，跟在台湾吃味道真的不一样。啊，你这里有加辣吗？没有，可能喂喂小朋友。哇，吃这个真的太爽了，一堆排骨，真的吃到快炸了。但是我觉得它的那种肉啊，很 Q 弹，非常好咬，而且吃了半天还是一座山。对，就感觉没有怎么减少。爸爸，你喜欢吃吗？爸爸帮你剥的一丝一丝的耶。对，这些都我剥的。努力吃啊！吓死人，这么一大锅，以为我们吃得完吗？当然吃不完了，我们大概吃了过半而已，我们就要投降了。打包给我们的泰国司机、小巴司机，他们对我们真的太好了。我有先问他说，一开始就说要不要过来跟我们一起吃，他们可能不好意思，我就说那就打包，他就说太棒了，打包会超开心的，所以这个给他们喽。我们现在再来逛逛。哇，还有这种旋转火车的麻辣烫，是不是麻辣烫？怎么都好爽呢？不行吃了，不行吃了，是不是？不行吃了，肚子快炸开了啦！不是，妈妈吃太多会被那个啊、哦。这是《神隐少女》经典的台词。Hello。哇，肥猪虾，超级肥猪虾，虾，不晓得，大猪脚，这个白骨鸡胸，猪尾巴，这没开耶，好吃啊，好吃，每一家都跟我说好吃啊，都好美啊，来来来，哇，这个我眼睛看饱了，对不对？这个香蕉的感觉蛮猛的，哇，鳄鱼肉来了，鳄鱼肉来了。萨瓦迪卡什么？你想要喝什么？我们点个果汁来喝。妈妈，我想要喝那个椰子汁。在哪里？在这里，这里。这里有个椰子。想喝是不是？
对啊，来自己结账。你现在经济自由了，自己结账。你是拥有泰铢的人。泰铢。哎，我的自由只有50块，那也太不自由了。你跟老板说我喝一半就好了。拜托拜托。真的芒果。没有，真的芒果耶！再偷拍一下姐姐，小姐姐，没有，偷拍她的饮料。啊，我不要那个。哎呀，真的切芒果，她真的切芒果。真的饮料会有啦，你怎么可能就这么样？不是，她旁边真的放了一个芒果。啊，好了，我们的椰子汁好了。现剖的，大椰子。啊，然后吸管。什么意思？你是要喝是不是？很好喝啊，来泰国就尝，来泰国就喝喝看椰子水。可以吧？来试一口椰子水，喝喝看。一口就好。来泰国喝喝看。喝好了，咳嗽。啊，不行不行，看我。微妙的表情，清凉。椰子味超浓，可以。哦，这杯是什么？芒果冰沙。芒果冰沙上面真的有芒果，果实真的有芒果本人呢。吃一口芒果，甜的还酸的，蛮好吃。好吃就好，好吃就好。还没有熟，他怎么喝的？这里有一些伴手礼店，泰国知名的芒果干，这里都有，还有一些油啊、药啊、药膏，这里都有。它是韩国酱腌章鱼，然后100泰铢。来泰国吃韩国酱腌章鱼吗？对，章鱼吗？我就想要吃，不知道什么。好像知道这是什么有没有？鱿鱼小章鱼。试试看。哎呦！哇，我的鱿鱼装盘了，不是我的章鱼装盘了。Yes, spicy, please. 要放进去吗？直接加进去吗 ？Yes. 这个绿绿的酱就是精华呀，我的宝剑。灵魂呐、啊，不要说精华，是灵魂。我分开。它下面还铺了那个菜，所以它不会烫。这个是爆辣口味，没有了，这是泰国绿色酱吗？泰国绿色酱。对呀、啊。这一个多少？这一盘100块。100块，这大份。这一口吃了跟你收10块。反正你先吃，你先吃。噔噔噔噔噔。颜色不对劲。有辣哦。辣。这满满的。章鱼。章鱼真的是很大很肥美的。它的后劲很强，是不是？太强了。好，我要来喽。好，我来试一个。太辣了。太辣了。不怕辣的，什么感觉？等一下后劲来，要给几秒。只是想要试一下那个，对，我喜欢那个有章鱼的口感，但加辣酱之后，真的那个章鱼就活起来了。刷嘴，第二口又来了，灵魂来了。他是害他老婆吗？看一下，好吃啊，好吃啊，好，看一下他辣不辣？什么？酷酷嫂，真的还是推荐大家来吃哦。好，哇，我们在家吃的是章鱼小丸子。人家的章鱼是真的有章鱼，欸、很夸张，它章鱼上面真的有章鱼哎。对啊。你点什么口味的？我点的是虾。虾子也不错呀，120泰铢一份哦。哇哦。好好吃。好多。哇哦。看一下这个，一定超烫，我跟你讲。这是章鱼烧吧，还是虾仁烧？章鱼烧上面放虾仁，是吗？然后柴鱼，柴鱼口味啦，柴鱼口味。那是，是吗？点全部虾子，怎么可能就？它全部是虾子。对呀、啊，它是上面口味不一样。哦，好。好的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哦哦哦哦哦，喷虾子，虾子这么大，真的，好不好吃啊？再来一口好不好？再来一口。哦，一口塞，一口塞，厉害！
肉眼可见的大颗，一整只虾包在里面。它不是包章鱼，它是包虾子。你太强了吧！很烫哦！哇，太大口了，很不舒服的画面。很烫哦！来，我们这一位来也是一口吞下去，是不是很烫？每个人吃完脸部都歪曲，这个表情说明了一切。对呀，它是这么烫，但真的好好吃哦。曹德燕是很有水准，真的。现在我们要看到什么？别人家的火山排骨。啊，没有啦，还有这个泰国燕窝，有兴趣？爱好者。来，我们的美容大户来了，美容大户来了。哦，他直接帮你开瓶了，谢谢。干了。哎呦，喝完整个皮肤都 Q 弹起来嘞。还没喝完。哦，还没喝完是不是？弹不起来。太夸张了。再来一次。快！我喝了，只要它弹起来。哇，味道怎么样？好喝。而且冰冰的真的很透，真的很退火。你身上有火是不是？有，很热啊。我比你更热好不好？好，来试试看。怎么样？你变态，你本来就很贪喝啦。不是这个意思好不好？太厉害了吧？来泰国这样喝，吃的太饱了。来看一些衣服、包包，好吧？星巴克包包，耶！我们同心友人已经开张了。他买，我再看看。所以你刚刚买了什么啊？三个包，小包，觉得可以当化妆包送人，还不错哎。三个200块，我觉得大象代表他们吉祥的象征，我觉得还蛮漂亮的，还蛮喜欢。然后黑色那个。那个就是图案就是漂亮。化妆师在买衣服的图案非常可爱，卡哇伊。我看到这是奶茶啤酒，我就已经深陷其中了，准备来买个一两件看看。然后遇到了一些别的国家，印度尼西亚来的同胞，问我说可不可以合买 ？OK， 我答应他，我们凑一下就便宜啊。这是 L 小朋友的，这是 SL， 里面蛮多图案可以选择的哎呀。拜拜。谢谢。没发个名片给他像话吗 ？OK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收品完了吗？收品完了，小朋友的、大人的买完了，总共我们家810元，四件。哎，为什么是810？因为你的衣服稍微尺寸大了一点，加了10块。好，我的才加价，对不对？但是 Excel 没关系。他是亲手画的，他是 XXL， 二叉可以穿，但是我觉得太低了，我觉得不一样，太不好看。好，没关系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去往其他目标走了。这衣服尺寸太小了吧？我没有说我要穿啊，我是穿不进的。这里。哦，小朋友睡衣是吗？吃饱看看啊、寻寻觅觅有没有喜欢的。吃饱现在来找他刚刚经过的店，我有答应他说，如果刚看都没喜欢的话，我们就来这边回来找一个你喜欢的。我问你这个吗？这个是什么？库洛米是不是？好，问一下，这是一个斜背包哦，斜肩包。哦，还可以控制长度，就对，适合小孩的长度。好 ，so cute， 吃饱可以吗 ？OK， 我看，好可爱哦。哦，拿着小马好可爱哦，我们来拍个照。买5，2个400元。